好，欢迎收看《Go Go 名古屋》。我们现在搭乘第五种交通工具，就是高原巴士。然后大家看到旁边，这是那个立山黑部很有名的雪墙。然后在四月初的时候，会到三层楼那么高。但是现在是夏天，所以基本上都融化了。然后呢，我们现在就是刚在的叫四塘，海拔2400公尺左右，然后差不多2450公尺，2450公尺。好，然后现在要到的那个美女坪，就是那个美女，然后坪就是很平的坪，这也是一个平台。叫美女坪的话，会下降海拔只剩900多公尺，所以我们接下来搭的这个高原巴士，路程要50分钟，然后它就慢慢的往下绕山路，往下，对，然后慢慢的就是要玩完整个立山黑部这样，然后沿途就是风光明媚，鸟语花香，没有花，没关系，有雪，对，好，大概就是这样。大家想知道到底有多漂亮，请自己亲身来体验。